爸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我伫甲新妇，你莫管哦。你莫是家己无说哩个，啊那无，敢我甲你爸的？我伫甲新妇，你莫管哦。妈，有准就是我甲你爸的啦，你嘛是大家，你家是新妇。家里，我真够安尼，我拢认袂出来呢。哦，红事嫌晚嫌大家，敢有新妇参详你这种的？你是失忆呢？你唔通连应该话咧吗？啊，甲应该遵循的伦理，你拢袂记啊？爸，你安尼是咧创啥啦？我伫甲新妇，你莫管哦。爸，我嘛无做唔对代志啊！你是安怎要甲我拍？ 你去用掠去地检署的代志，那是团出去，别人会讲咱业界反坏。这对咱集团的名声有偌大的伤害，你敢知？这是一场误会，我是互别人的。冤枉，无你讲啊，迄当阵你是安怎要插手？因为派人要掠迄个小姐，我若无赶紧发警察，伊就互掠走。这就是你的问题啊！伊去用掠走，到底什么地带？ 你就是趁你家暴啊！伊去用掠走，你甲救，伊敢有甲你说多少？无啊，顶多害你去用误会，你就是伤过敖，才会惹这种麻烦。伊一点嘛都无冤枉。我嘛无想到代志会变到安尼啊！你无想到代志真济呢？我无毋忙，你甲少峰的事业斗相共，至少你莫以为伊会后脚，你是安以为着你？ 会议开到一半就走啊呢！我唔知伊在开会，所以才会靠伊。我后盖会注意。哦，一摆就罢个嘴，够后盖。妈，好啦，莫搁再浪费时间啦，好无？咱时间浪费了，感觉阁无够。你讲得对啦。 当初是因兜阮妈，伊是私生女的代志，害咱想讲咱娶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。结果，假的。即摆因兜后头厝嘛无要插伊，娶伊吼，对你的事业一点仔帮助都无。好啦，反正即摆代志拢变甲安尼啊，你就莫搁再念啊。若是讲即边回复较大家拢真忝啊，都毋通搁再骂啊啦，小休困一下。 你先去房间休困啊！伊唔了家己的身份是无？我无爱让伊出门，就是惊伊惹麻烦啊！即马母干安尼，真正唔知伊头壳是咧想啥。哎，那边是安怎？啊，我无说伊去弄掉啦。 当然嘛是家己无说你的，啊那无，敢不我家己爸的？妈，就准就是我家己爸的啦。你嘛是大家，你家是媳妇，别人无应该管。我只是小可关心一下。先刷看笑话是毋是？也是伫碗盘，也着爱人甲你斗相共。不怪别人会无甲咱看在眼内。无啦。 阿姨，啊，你要买就买好鸡婆就好，卖去马索啊。文秋，啊，少峰嘞，他伫到一个开始啊，咱也袂看到啦。哦，伊去接贵宾啦，我来问看，伊即马到倒位啊？嘉玲。哦，真个呢，我拢认袂出来呢。 超工伫闪片外哈，妈，今仔 party 的主题本来就是 cosplay， 啊，你穿甲遐尔正常，这是无正常。袂啊，嫂，我看你穿甲真有特色啦哈。多谢，叫你来，毋是要去用娱乐的，去问看少峰即摆伫倒位啦。
阿妈，我讲洪秋啊，你甲嘉玲讲话嘛较客气，伊是新妇，毋是素用人。我再讲啊，现场有这么多目睭咧看呢。你嫁的吼，是志兴的大兄啦。师弟，无你迄是啥物面啊？你真失望是无？啥物失望？这根本就是绝望！哎呦，我无爱啦，我无爱嫁一个生在遐臭老的人啦！啊，恁赶紧哦去甲我医生叫来啦！我无想要一个想要继续昏迷啊！你无想看你家己生做啥物型诶？阮少峰陪你，算你捡着万银诶！阮少峰要找啥物款的查某囡仔无？伊要娶选美小姐嘛，绰绰有余。你有啥物意见？阿桑，我是失忆，不是失智。编外条件要嫁一个缘投的翁婿，那是真简单的代志。你竟嘛袂拣这款？啊，翁婿都已让我足失望啦，大家都安尼气呀呀。我想哦，这公伯一定是可怜我，才安排我失去记忆，较袂让想起这种见唔到人的代志。吼，翁婿嫌冤嫌大家，敢有新妇参像你这种的？你是失忆呢，你唔通连应该有的礼貌，啊，甲应该遵循的伦理，你拢袂记啊？妈讲了无唔对，你安尼讲话想要结婚啊？干嘛回事嘞？是的啦，我安尼讲话哦，可能会伤到恁的心。啊，不过我搁较感觉哦，我应该向家己回事的啦。较早我到底是咧想啥，哪会做出这种错误的决定？我真对不起我家己，小小。家庭的个性在变个安尼，原本遐尔听话，遐尔温柔着，即马煞变个安尼，应嘴应舌，一点仔礼貌都拢无。安尼着应嘴应舌哦。哦，较早的我到底是偌可怜偌凄惨嘛，我死啊都要气过来，卖多啊假死假活啦。啊，既然气过来，面对现实，行啦行啦，注意啦。